这里是我们的家，罗东，有温暖人情，有大片绿地，罗东之美烙印在每个镇民心中。但十几年过去了，这里没有进化，还慢慢变掉。医疗中心、博爱和圣母医院歪斜复杂的道路规划，人车争道，交通依旧凌乱。紧邻的开元市场是西南果菜的批发中心，在交通牵绊之下发展受限，市区交通每到假日依旧拥塞，一位难求。而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是罗东观光地标，可以和中央携手整体规划，提升路远人次。罗东观光必须蜕变，夜市也不能一成不变。那些记忆中的美好味道应该被更多人知道，中山公园的昏暗老旧也必须翻转，再亮丽登场。停滞中的罗东需要机会改变，在这里打造黄金商圈，在罗东运动公园旁盖一座森林中的行政园区，一起看见罗东再现繁荣。